三。演了。启禀皇上，奴才闭门苦思三日，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。哦。所谓武林中人，自诩侠义之士，实则争强斗狠，拉帮结派，早晚会犯上作乱，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。有何良策，既不用大动干戈，又可防患于未然呢？如果朝廷想兵不血刃，就必须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所以奴才建议，遍撒英雄帖，召集天下豪杰，齐聚京城比武，召开一次天下掌门人大会。开窍。不不，臣愚昧，奴才还没有想好，这掌门人大会该如何办，才能更加的妥帖。听过晏子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吗？让他们去争去抢才有意思。奴才明白。紫妍姬死后，苗人凤又去过蜀中唐门、湘西楚门，走访了许多下毒高手，据说连药王谷的依琛大师都找到了。嗯，老陶，这些年辛苦了啊，要打探苗人凤的消息又得监视妍姬。这样吧，你回来天龙门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弟子谢过掌门。啊，你说说江湖上最近有什么大事吗？据京城的朋友传来消息，朝廷有意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。天下掌门人大会，看来这江湖要乱了。天龙门必须打出一席之地，这是光打天龙门的绝好机会。幼稚，要得到一席之地非得要靠打吗？先去想想，这朝廷为何要办这掌门人大会，为的就是要整肃武林，剿灭那些桀骜不驯之徒，收拢识时务的俊杰。这掌门人大会就好比科举，只要通过了会试到殿试，在卷纸上写满忠心报效，就必会被钦点。到时候就算没有状元，也能混得个榜眼，那也足以让天下人仰视啊。掌门高见。
都越不过去。大哥，你越不过去，你跟我说，咱们绕行不行啊？啊，这够摔的呀！我是一路跟你到这儿来，你一路跟我到这儿来，还不是淫贼？等等，是你先溅了我一身泥，你骑马路过，你看看，这全是你弄的，你连道歉都没有你就走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道个歉，咱们俩之间就算是扯平。冒犯了。咱们俩扯平了，把衣服还我。你这包袱我先替你收着了，到佛山找我拿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把我的衣服还给我。这才是扯平了。扯平的话，你把刀和刀谱留下来，回来，回来。
来，学生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客官慢走。去去去，臭乞丐，滚远点！谁是乞丐啊？你这个样子，你不是乞丐，谁是乞丐？我。新来的吧？我看你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要不以后跟我混吧。在这装什么大爷？给我滚！还有你，来来来，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新朋友，请您坐。你起来，坐吧。哎呀，接碗水。给。加快速度。爹，哎，你老有何吩咐？我抓到一个偷鹅的贼，还请县老爷给我们凤家做个主啊！哎呀，这点小事还劳烦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。大人，他们凤家诬陷我们，我们没有偷他们家的鹅，是冤枉啊！哎，瞧瞧，这就叫贼喊捉贼，还不把他给我抓起来？是是是是，来来来来来，拖进去。大人，其实咱们小店最贵的韭菜一个上你吃了十几顿了。好，那就请在座的所有人一起吃，可着这些银子花花完为止。哟，姑娘，你可真是财神爷下凡呢。谢姑娘，好样的。那我就替这小子我猜免灾吧。
个我先替你保管吧。放心，我才不稀罕看。出事了，快去看看。走走走，走，看看去看看。苍天，飞天老爷，求您显显灵吧！我们家阿四是冤枉的，我们真的没有偷吃鹅。我向天发誓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告诉你，在佛山这一亩三分地，真神就是我家老爷。那这件事儿就有劳大老爷了。凤少爷，不是我不帮忙，这个钟阿四啊是软硬不吃，凤老爷都拿不下的人，您让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必须拿下钟家的地契。凤少爷，能否请令尊大人通融一下，多给我几天时间？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福康安大人的特使已经到我府上了，要不要我给您引荐一下？还是说等两位特使回京禀明福大人，给咱们换个县令？我一定会尽快的办啊。管家，大管家，您开开恩，看在父老乡亲的份上，您就放过我们一家吧。我这就二次回去，让他把地契给您拿来，还不行吗？松开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，现在想到求饶了，晚了。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，谁让咱凤家不痛快了，是个什么下场。小二，哎，外面是怎么回事？姑娘，我瞧您是外地来的吧？我劝您啊，还是别打听了。好事呢，吃饭吃完啊，继续上路。哎，咱们佛山镇的事儿，问都不能问了吗？小二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冤枉呀，大爷！冤枉呀，大爷！钟阿四，你招是不招？大人，我真的没有偷鹅呀！给我继续打！哎呀，我说这个钟阿四啊，他是命里有此一劫呀，估计这回是要万劫不复喽。呀呀呀呀！你想干什么？他反了你了，把他给我放下。不相信我们是吧？不相信我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们看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哼，吓唬谁呀？像你这样的刁民，亲眼我见多了。有本事你抛我，你倒是抛给我看看呐！敢问二位，这里有几家姓凤的？几家姓凤的？
就这一家，在佛山镇，除了凤老爷父子，谁还配姓凤？那这钟阿四，是凤老爷的冤家对头？什么冤家对头啊？他就是个不懂事的村夫，人家凤家的冤家对头啊，坟上的草都长了三尺高了。那敢问这钟阿四是如何得罪了凤老爷？我说姑娘，你打听这事儿干什么？别多管闲事啊，小心惹火烧身呐！巧了，我这人就爱多管闲事，一日不管，寝食难安。哎，姑娘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忘了告诉你吧，我本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，现下改邪归正去做生意，需要10000两银子办货，可是短了本钱，那我只好向二位各借5000两银子。姑娘，你别说5000，50我也没有啊！姑娘饶命。没钱？那好办啊，把刚才的事详细说与我听。谁说的越详细明白，那我就不向那位借钱。那10000两银子，便要落在另一位身上。我说。我们早就说过了，我们家这片菜地不卖。我提卖地的事儿了吗？告诉你们，我是来抓贼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老爷家的鹅丢了，给我搜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啊！你凭什么搜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根本没有偷你们家的鹅。别急，证据会有的。七爷没找到鹅，不过找到了这个。阿四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是啊，乡亲们，鹅毛不是该长在鹅身上吗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一定是你们把鹅给吃了，这是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。这胡说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送往衙门去！你们干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欺人太甚！哎，姑娘，你可不要乱说。哇，这酒楼都是凤家的，这街上有80%的生意都是他们的，得罪了他们父子，会死得很惨的。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？人家凤老爷就是王法。不得了了！死人了！北天老爷，你看，这是螺，这不是鹅。我们家小三没有吃鹅，你看，我有证据了。太惨了，那咔嚓一刀下去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那血差点溅了我一身呢，吓死我了。那钟四嫂也失心疯了，还呵呵的怪笑起来。那小子肚子划开那么大一个口，哪有什么鹅肉啊，就几个螺而已。是啊，就几个螺呀，我看那小孩肯定是活不成了。让开！疯了，这娘们真的是疯了。那苦人命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人又不是咱们杀的，咱们是来给老爷抓偷鹅的贼，除此之外跟咱们没关系。可是那孩子已经……鹅毛在他家，小三没吃，还有小二，哥俩总有一个吃了，明白了吗？对不起。哎，那小子要跑了，给我追！是，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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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看见刚才那个小孩没有？去把弟弟安葬了，照顾好娘。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找姓凤的报仇。佛山这么大，你我人生地不熟的，按你这么个找法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？那就这么算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啊，守株待兔。这附近不都是姓凤的产业吗？咱们就一家一家打过去，我就不信他不出头。慢着，把我衣服还我。爹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福大人的上差到了，你去招待一下，爹不方便。爹，可是福……儿子知道了。竟敢在凤老爷地盘闹事！还未请教姑娘芳名呢。这要是一会儿被打死了，咱们俩下了阴曹地府，也好歹打个招呼啊。你先说。在下姓拔，名凤毛。那咱俩还真是有缘啊，连名字都这么像。在下姓征，
明凤掌。找死！走开！我弄死你！你是厨子是吧？来的正好，有事儿请教。这城里凤家最大的产业在哪儿啊？这儿叫英雄酒楼，乾坤街是英雄典当，往东再走三个路口，英雄会馆。明白了。凡是跟着英雄二字沾边的，都是凤家的产业。难怪，在这一亩三分地，敢自称英雄的也只有他。华兄，英雄典当走一趟吧。不急，这凤老爷是当地的名流，咱们怎么着也得给他备上点见面礼啊。哪个不开眼的？这不做生意。本大爷要当的东西天下少有，你破个例吧。你要当什么？当六条恶犬，每条一千两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长没长耳朵？当六条恶犬，每条一千两，共是六千两银子。这生意便宜你了。好汉爷，您别开玩笑，典当规矩，活的东西不能打，您多原谅。别在这闹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知道这典当行是谁的产业吗？还在头上动土，把老子放开！马兄，看来我们的分量不够啊。那就再加点分量。啊！现在够分量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！老爷饶命，还不赶紧去拿银子！和道离别。
在